我刚刚有带波浪噶痛，这样吗？我本来喜欢中国欧巴，然后呢，这个我看过了这个电影，嗯，一线所爱的那个电影，我看过了。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部分，谢谢。紧箍咒。对对对，所以我也很容易理解这个故事。马师的编舞特别厉害，而且很容易啊，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对，是，所以很喜欢的。好，所以除了这个中国舞的国风的内卷之外，接下来还有这边要出个考题啊。微博的网友呢念念不忘你们说普通话的样子，所以今天呢，了不起舞社的官方微博就干脆发起了一个教主理人说了不起的方言的活动，所以今天要请两位老师内卷一下你们的普通话。好，中文考试开始了。北京话的那个吗？的玩儿串儿串儿在哪儿？哪儿？北京话我可以啊，我在北京的。没这么简单，没这么简单，都倒数第二期了，你觉得武圣能饶了他们吗？ Oh, no. 就是如果比如说，哎呀，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太幸运的事情。Okay.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说玩完了，玩完了，玩完了啊！我知道，第一个有儿化音，第二个没有儿化音。玩完了。OK， 玩完了。然后那就有请我们东北话老师。我这个有点长。长。对。好。就是波棱盖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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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棱盖是什么意思呢？哦，波棱盖，膝盖，波棱盖疼。我刚刚有带波棱盖痛，这样吗？然后老师很会造句，对，很会造句。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是，盖盖是什么意思呢？膝盖的盖盖。哦，膝盖的盖，波棱盖。那波棱是膝吗？对，波棱就是膝的意思，就他们的方言，这个我们叫膝盖，膝盖，但是他们那边就叫波棱盖，波棱盖，对，是一个波棱盖，是这个波棱盖，对对对对啊，对，它现在是一个词儿，然后把它组成一句话，就是膝盖摔破皮了的东北话来讲，就是波棱盖卡秃了皮了，我都信。好 rap 啊，所以大家觉得今天这个 Ken 老师和张璐老师过关吗？过关，过关。哇哦，谢谢，谢谢。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菲菲老师也过关了。哎，我也是考核啊。对啊，你的这个考核他们两个的模仿秀也过关了。嗯，怎么？哎，啊是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哇，这些模仿的很厉害，对，真的哦。对对对，啊、哦，真的啊，啊，很真的。是，今天你们的舞台很棒，很精彩，而且你们的挑战是那么害怕吗？这样感觉有点那种你现在 battle 的时候的那种热情，但我觉得 battle 的时候需要这样的态度吧。有 respect， 所以这样的态度就是很精彩的舞台。然后大力舞狮比较平时好笑的那种，你们开心的人，但是今天的 battle 的时候态度这样的很，对对对，很 nice。然后这边的有一个很洗脑的动作，哎，是我很喜欢的这个，对，很容易的，但是很洗脑，对吧？嗯，很好的。哇，洗脑都会了，都会了，现在是的，是的，是的，洗脑。我也是。对，真的。对。这样 ，crew battle 的时候 ，twin battle 的时候是很需要队形，还有进度是在哪里？这样，啊，比如看这边的话，见面的100走，
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动作，第三拍是有一样的动作，这样的一样的动作，这样的话见面也很漂亮，但这样拍也很好看，这样的，所以需要用脑子吧，你们都很好的，这样的点，很立体，很周全，就像那个开演唱会那个红磡那个四面台，是唱歌我都没跳舞，已经晕了，我在哪儿来着？对，好像这样的变一样的，对，很不容易，很棒。对，我也觉得 battle 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后面的，见面是 OK， 后面是非常重要，后面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然后呢，我在参加 battle 的时候，很害怕的东西是，我是男生吧，男生做这样的身体做那种 confire 什么的微信的动作，是大家觉得啊耶，但是你们那么瘦的身体，那么漂亮的可爱的点，但是做这样的有一个。很微信的动作吧，这个动作 ，Oh my god， 我没办法，没办法这样。反差。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害怕 battle 的时候最害怕的东西是用东西的话，我没有准备，但是他没有准备，有东西的话我也没办法的。你们有那什么这个什么名字呢？扇子。对，扇子。哦，扇子，然后芭比来了。哦，然后脱发了呀，没办法。我觉得这个舞台是很热的感觉，很热，里面是很漂亮很美的感觉的热，里面是很酷的感觉的热，这样的感觉不一样的热，但是很热很热的舞台。对，非常好，非常棒，非常棒。现在是我们两个我和菲菲姐讨论的时候，我先说必须想选择的队员是谁，然后我选择是大力乌斯。对，这个两个是必须的。我很喜欢 AB 老师的辩论。对，然后 AB 老师的辩论让钱淑一的那种自己擅长的部分和一起的那种感觉吧。我说实话，陈淑一第一天看你的舞蹈，是我的脑里你最好的时候。刚刚 AB 老师的合作，哦，对，这个是第一天的这样的感觉吧？对，而且这个也不是无沙里，你的进步也很大，对，以及新的挑战吧？对，然后所以本来你擅长的风格。但是比以前更，怎么说呢？更好，更 deep 那种感觉，更 deep 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特别喜欢。对，谢谢赞多老师。啊，好难，好难呀！耶，这个怎么选择呀？为什么来第二部剧社？第二部剧社里的经历是什么？自己的进步是什么？最后给大家告诉的机会吧。对，所以加油。